这次的三月号封面，我们又重新的回到用 model， 因为 Vogue 一直以来代表着推动时尚产业的精神。那这次选了四位在国际上都有一些成就的模特，唐盈霜、许蔚琴、黄继云跟李成华。你平常看到他们拍照可能很有时尚感，但是其实在背后他们就是像小女生一样。然后我们这次操刀的摄影师是一位美国的摄影师，叫做 Dan Martinson。 我第一次发现他作品其实是在 Wall Street Journal， 于是我就请他来做有点像一个 photo journal 的感觉，但是以一个时尚大片的方式呈现。时尚大片它需要有故事性，因为是在一个城市里面穿梭，所以我也希望说它呈现的方式是比较随性、比较 everyday life 的一种感觉。这次也很荣幸的请到了这位 stylist Stella Greenspan， 她以前是跟 Grace Coddington 一起工作的，但是拍完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需要给她60页才可以真的完整的呈现出台北多元的样貌。